马里卜的基尼奇，初次见面，告知委托内容时请附上你的出价。证据没了，哎呀，这急死我了。你看谢宣扬自己干活多么迅速漂亮，说点你过往的优秀战绩，抬高对方的心理预期，然后再说这值得配上一个更好的价码。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？一想到我伟大圣龙苦胡拉阿乔竟然和你这个臭脸的呆瓜签订了契约，真是丢人就会上个时代了。阿乔性情乖戾，多数时候不必听信他的话。基尼奇，你有本事就放我出来。激励与抚慰是别人的强项，度量代价则是我的做法。七成调查，一成判断，剩下的用于出击，这是我分配精力的方式。裤脚还在滴水。是屁股会发光的虫子从天上掉下来了吗？才这么点光亮。我看你还没这只虫子亮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有一副墨镜，但谁都不见。待壤土与沉云交汇，黑暗吞并旷野，武将一时狂风呼啸，焚灼尘世。哼，你就吹吧。天气因素会提高极限运动的挑战性。快跳一个嘛，我都忍不住看你去世了。记得喝水。早，我正准备出门，天亮前不会回来，不用等我。既然来了，随便吃点再走。给，用这个擦擦手。今天快要过去了。无论我是否对成果满意，事实都不会因此改变。接下去该加快脚步了。篝火太呛了。稍等。好了，你休息吧。基尼奇，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不受人们追捧的原因？看着月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苦恼吧。智慧圣龙库胡拉阿乔就在面前，汝为何不匍匐在地祈求吾降下谕旨，为汝指点迷津呢？你一定是因为自己做得太好，才会让追随者们都想把你狠揍一顿。身为猎龙人，我的职业特殊，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。但当矛盾难以化解，两全其美之策只存在于幻想中时，总得有人弄脏双手。只要价格合适，我不介意这个人是我自己。如有需要，我可以为你分担冒险家协会的委托。记得要最节省、最刁钻、最好有生命危险的那种。我知道阿乔另有图谋，但我并不介意为你涉险。我将凡事的代价挂在嘴边，但我相信这世上有些事可以不惜代价。使用神之眼无需代价，但不被置于明面的价格，结算时往往最为慎重。玄牧人崇尚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，人与龙之间重在认可与帮助，不存在契约关系。我是个例外。摘青蜜梅的时候，记得确认周围没有碍事的龙。你这只吝啬的绿斑点蜥蜴，斤斤计较的爬虫小气鬼，要不是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谁看得起你手里那几个发懒发骚的破果子？那我自己吃了。你把我气红了。一直以来都是我索取别人的代价，直到火神大人用还魂师将我从夜神之国送归。当作为支付代价的一方，我才完全体会到了它的含义。其余强者为筹码，其余弱者为赌注。关键的是，你是否有下注的胆量。我接过他的委托，他出钱让我担任战斗顾问，金额不菲。我答应了。但合作几次后，却看出他身手不赖。再三追问下，才知道所谓战斗顾问是要教授卡奇娜野外生存技巧。原来是和自然战斗。在我概念里，这叫生活。总之，这笔生意做完，我多了两位熟客。
我见过和他有关的委托。回生之子里有些差劲的家伙嫉妒他拥有古名，拐弯抹角的雇人对他的龙伙伴下手。我已让他们付出了代价。我见过他处理委托。我们对于解决争端的手段存在分歧。通常我会让一方彻底闭嘴，但他会让两方都说不出话。等到他们终于能在病床上开口的时候，早就忘了为何争执。有次我路过回生之子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委托。委托人希望得到一种好养的植物。我把肉龙掌的种子送了过去，配了花盆和肥料。这种植物分布广泛，在荒野上都长势旺盛。可我过段时间去拿报酬的时候，才发现盆里连小苗都没长出来。我为高估希诺宁的园艺能力支付了代价。这是我为数不多以失败而告终的委托。我接过他的委托，或说合作。这位运动教练经常为学员制作健身餐，计算热量精确到个位数。为此需要进购质量达标、规格精确的果实。稍微长了点斑，或者被虫咬过一口都不行。其他人觉得委托内容过于挑剔，但我恰好拥有不错的眼力，以及稳定的残次品消耗渠道。等等，你是说我的果汁？或许你猜到了，我也接过他的委托，帮他从一位到期商人处购买一摞摞沉重的纸质阅读品。我无意打探雇主隐私，可烟迷主的毒物不是缝在织物上的吗？我委托过他，有次阿乔说自己病了，大哭大闹不肯停下。既然如此，理应送他去看最好的龙医生。他医术的确不错，阿乔被请进诊所后没一会儿就痊愈了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他就是个庸医，庸医！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你的。我是个猎龙人，无龙可猎的时候也接其他委托，和你算是同行。从前我替人跑腿送信，收件人经常喊我顺手帮个忙。那么顺手值多少钱呢？往往我一开价，忙就不用帮了。第一次猎龙，我做了数以周计的准备，光观察、跟踪和蹲守就花费数日，制作了不下三种陷阱，还记录了他的生活规律和食物偏好。很多努力是浪费，但浪费是必要的。阿乔曾被封印在古老的遗迹中，我与他签订契约，将他放了出来。谁知道你这个看起来就会一头栽进泥水沟的家伙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算了算了，我烈焰之国至高领主有的是与地位相称的美德与涵养。美德与涵养催促你天天盼我死？我指的是有耐心和时间。总之，只要掐准软肋，邪恶之物也能加以利用。你个可恶的金钱钱，我今天就要借别人的手弄死你。迄今我都在和代价打交道，从大灵处获得古名回火，也就是玛丽卜，我并不意外。生存才能创造价值，我不会期待一切走向终结的那一天，但作为回火的持有者，我早有接受它灼烧的准备。他大可审视我的一生，而我不会留下遗憾。我会尝试各类极限运动，玩腻了就换一种，在磨练技巧的同时与恐惧感博弈，先是面对，而后习惯，最终征服。我见过有烦恼的人，不是想得太多就是想得太少。我总在为自己寻找下一个目标与落点，没闲心烦恼。在野外，我一般什么方便吃什么。最好的选择自然是肉和水果。哟，装得像个不挑食的好孩子，我怎么从不见你摘颗粒果呀？背着重。生冷辛辣侵蚀尊贵圣躯，热油浊气有害五脏六腑，饮食之物不便咀嚼，酥软烂糊食之无味。你到底要吃什么？当然是你的灵魂了。很美味，
我应该给你相应酬劳，或是其他你中意的回礼。吐出来！你这个贪婪的附蛇，那里面肯定有给我的份儿。还不错，比我预想中的味道更好。这话难道不是在嘲笑你吗？在他心中，你就像个不会做饭的家伙呢。可以不付钱吗？不用还回去啊，我还没尝过呢。阿乔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去，差使别人干活的时候积极的就跟拿钱一样，有本事你自己长出翅膀飞上天啊。呀，你说的就是你，还不快点到我背上来。能乘上伟大圣龙酷虎的阿乔，可是值得你称道一生的殊荣。放心，只是一次轻松的丛林旅行，跟着我就好。路线我设计过，保证安全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好处。现在第一步是跳上去。生日快乐。选刀只需要坚硬锋利。礼包优先考虑精简轻便。好比这柄伞就是多余的。行动前我会绑紧头巾，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矫健。你为我做了很多，我不会白白收下。你可以主动开价，或是接受我提供的回报。我以马力补之名许诺，哪种选择都不会亏待你。算你灵活，这就溜了。用来用去就这两招。目标上钩，发现猎物，封锁退路，爆长夜神，令他们上路。往昔之影，奉我之命。圣龙君临，元灵现世，圣龙烈焰将照彻汝等腐朽。我烧烧烧烧烧！哈哈哈，真是快活。汝之灵魂应当供奉于吾。啊，连生都不敢坑，那就再也别吭声了。吾之威光无人能及，无可比拟，更何况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渺小重置，付出代价吧。见者有份。这种破烂你居然想要？万物皆有其用。你是从小吃不饱饭？切，才这么点穷酸玩意儿。不拿就走，话真多，非用不可吗？该你偿还代价了。将计就计。吉尼奇，快完蛋，快完蛋。你知道自己处境不妙吧？我们来谈谈价格吧。不要回头，凡事皆有代价。不错的交易。至少一万。成交，我接手了。我来解决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